你在一旁好好待着了。救人所急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办。这是两位为救我而战，罗刹又岂能事不关己，好好待着呢。切忌冲动行事，生死虚实，一念之间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马上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妖王飞怀，施我一招太虚行运，爆火显形。现在后悔已经迟了。二位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就好。我是运气素伤，刚从药清仙州调来这儿的。都跟你说别插手了，刀剑无眼，伤着你怎么办？我不出手，你就要受伤了呀。我们云奇军就是要保护你们的嘛。这一片都戒严了，我正在疏散群众呢。你跟着我走，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哎，你的云奇枪法不赖啊，哪个舞的？哦，好吧，那你也是平民，也跟我走。素生姑娘，仙州出什么事了？我往来行商多次，从未见星茶海如此模样。这个我不方便透露，我只是接到命令过来救援平民的。说实话我也不知道，总之你俩跟我走就是了。喂，那个孟葫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登记的，总不能给你填空吧。我叫丹恒，旅行到此，正要和朋友会合，不劳姑娘费心，我自己出港就好。不行，这什么时候了，星茶海根本没人，你的朋友如果没出事的话肯定也在安全区呢。别担心，你跟我走到地方就能见到他们了。姑娘不问问我的名字吗？刚才打架时你不是自己报了吗？叫罗什么罗刹对吧？本姑娘记着呢。出发，二位跟紧我，云奇军素伤一定保护好你们的安全。哦对了，一会儿你们帮我签下名字，我认的字不是太多，怕写错。什么宝贝？它能干嘛？扑上去咬紧卡夫？是也不是，这是龚造斯仿生我狐族五感而开发出的谛听，敏锐程度更深。无论脚印还是气味，只要锁定特征，它就能嗅探出目标留下的。只要能找到一点点卡夫卡的痕迹，不过在我们正式搜捕前，